是不是湖北的所有人你们全部都要抓走？不是抓，我们是不是抓走？你就是来抓，你刚才闯民宅来抓的。闯民宅把我的玻璃都打破了。你是不是所有湖北来的人你们全部都要抓走？亲戚的家。这是我。是不是所有的湖北的人民全部都要抓走？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我们已经在家观察七天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病状。我就在家里面。那你派个医护人员过来，在我们家门口。我在家里面待十四天。医护人员来，可以啊，你守在门口。你守在门口吗？在门口啊。而且那我吃的，我需要吃的东西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们？可以。可以啊，我就在家里。那你派个医护人员到我们门口，我们就在家里。我不出去。我不出去。可以啊，我不出去，我们也不去医院，你就在门口安排医护人员。一走都不出。但是密切接触者是必须叫医院。我们没有密切接触者，好不好？这个密切接触者是你们自己说出来的。你可以，你去调查呀。你现在没有证据，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强制采取措施呢？你可以去调查我。那你把证据给我们看啊。不信。我现在不相信你们。我不相信。你们刚刚抢。你们刚刚抢民宅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闯我们宅子？这是你的宅子吗？你的宅子讲出来，是不是宅主？你说业主？这是我亲戚的，我亲戚。这是我亲戚的。我亲戚叫聂林。亲戚，我亲戚的。谁证明你是他亲戚？我亲，是我亲戚的。就业主，你们市场没。算了，我这个我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扯，你这样子扯，那我们就没话说了。我们到屋里搬走。好吧，我也不说了。现在你的表态就是所有湖北来的人全部强制隔离。我们走的。
你们几个没逼你